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，我是吴新宇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本期长兴讲座要讲解的棋形。白方啊，这个二连星布局，这个是很多的了，以后这个这边拆了以后非常的这个常见啊，非常的常见。接下来以后对于这个地方呢，黑棋挂角啊，这个是很普通的下法啊，是很普通的下法啊，我们不管这个外面怎么样，这个挂角是很普通的下法。那么白棋小飞啊，或者说是夹击，这个都是正常的下法。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，白棋有时候呢会采取一种大家可能不太常见啊，又似乎很常见的一个下法，那就是白棋会采取一个这个尖顶的这个下法。你长再跳啊，这个下法，这个下法呢，还尖顶的跳啊，我们当然也很常见，但似乎隔这么空啊，这么远。如果说这边啊，这个有子这是多，但是呢。比较空的情况下，这个尖顶的下法呢，似乎呢又比较少见啊，又比较少见。当然呢，我们抛开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说，但是啊，这个尖顶的跳以后呢，它是实际上呢是还是呢，就是很有这个内涵，很有内涵啊，就是内隐藏着呢，就是说呢，比较严厉的手段啊，比较严厉的手段。那么呢黑棋呢还是需要呢这个小心呢应对啊，小心应对，他至少不让你啊这个有飞进来的下法。既然这个棋形啊，我们这个大家首先啊第一杆就是拆啊，立二拆三是吧，这个是很常规的啊，立二拆三，这个是古语上啊都是这么说的。如果是拆二呢，显得有些委屈啊，显得有些委屈。我能拆三，当然拆三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呢，黑棋呢，就是说呢，他的目的呢，也就是说呢，希望你这个来拆三，他留下一个呢，接下来他马上就会采取一个比较厉害的手段打入。看上去呢，有些过分啊，有点这个七招的味道，但是实际上呢。这个招法还是很严厉的，还是很严厉，大家需要注意啊，需要注意。毕竟在这一块地盘上啊，白棋的子力比较多。那么，哎，你打入，黑棋呢，当然呢是要这个是压住啊，是要这个压住。第二呢，你打入我就压住嘛。你这个子啊，如果说在这啊，我们说过这个打入还是挺严厉的啊，挺。但你这个子隔这么远，我根本就不用怕你这个顶过去啊。这个白棋顶是现在不行啊，是吧？顶了扳我可以连扳了啊。如果你这样的顶过去，那我没有办法。但是你这样顶过去，我可以连扳啊，啊，就这样我可以连扳啊。这个白棋没有后续手段，不好。但是呢。你现在压的话啊，这个白棋呢接下来呢可以立，这个立是抢手，黑棋啊这个应对起来就已经呢有一些麻烦啊，有一些麻烦。如果最朴实的退啊，那么对白棋度过这个黑棋是绝对不能满意的啊，黑棋就觉得这个度过以后，这个角上的目数啊变得非常的大啊，非常大。本来还有点三三的手段，变得非常的大，同时呢，也把这个黑棋的这个空给破掉了啊，让黑棋整块棋啊还变成一块就是没有根的孤棋，没有根的孤棋。这个结果可以说是黑棋是完全啊不能接受的，完全不能接受。那么黑棋，我当然你立的时候，我当然是想要。主度了啊，想要主度，那我立下来了。防止你这个白棋从这里度过啊，让你，你看你这个子反正还远啊，从这里，你让你从这边度过，你不是很累吗？
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白棋呢，首先千万不能想着从这里度过，这个度过就实在是这个太委屈了。从二路爬过，黑棋呢当然不能反击啊，你扳不断它的，它可以断。那么黑棋就简简单单退一退啊，你爬啊，黑棋把这个顶掉也走掉也行，就走掉。虽然白棋啊，依然就是说呢，能够度过啊，能够度过，但是这一串就是二路爬起来，实在是这个爬的太多啊，即使度过了这个路数也实在太小，这个白棋是不行的啊，白棋是不行的，从二路度过是不行的。那么这时候啊，白棋啊也有好棋啊，如果不度直接搬，这个不好啊，这个、不好。那么呢，黑棋可以断，你吃，黑棋就穿。这个棋啊，这个白棋气呢不太够，不够，这个对杀不行，这个外面呢，也损失了不少。那么白棋这时候呢，有个好手呢，就是说呢，直接挖，他单挖啊，从这个缝隙中走出来，那、从这个缝隙中走出来。那么黑棋如果打吃，黑棋如果打吃，那么白棋再吃出来，这个作战呢，明显是黑棋不太好啊，在粘上。张三也行，压一个也行啊。这个黑棋这个子啊，几乎呢就快被白棋这个吃掉了啊。这个吃从上面吃掉和从底下爬过，这个区别可就是完全是两回事了啊，两回事。这个是吃本损失很大，同时呢，黑棋这边啊，虽然吃这一个子，但是呢，眼位依然呢不够完整啊，依然就是说不够完整。这个棋呢，黑棋呢是不行的，黑棋是不行的。那么挖的时候，黑棋不能打吃啊。如果黑棋退呢，那么这时候白棋接着冲啊，你要断这个白棋呢，现在可以拐，现在可以拐，就拐一个也行啊。当然了，寻求激烈一点的变化，拖也可以。现在我再拖。这个地方我等于先手啊，已经把黑棋这四个字给断开了。大家注意这个地方，黑棋是吃不了白棋这两个字的。这样拖呢也可以考虑啊，当然黑棋有尖啊，白棋藏这个冲，种种变化，这个呢是复杂。当然白棋呢也没有必要，它就是呢简单的拐一个也可以啊，拐一个也可以。那么接下来黑棋必须得补棋了啊，必须得补棋了。这个再不补，他一拖真要跑了。白棋接下来以后呢，可以啊，就挡一个。当然这个暂时不要急着走啊，我们只是摆一下，挡一个团一个呢，都是先手啊，都是先手。通过弃掉这两个子啊，通过弃掉这两个子，把这个角上走厚了，上面呢也多一些子，对这边发展呢也有好处。这个结果呢，应该是黑棋白棋呢不错的。但如果直接交换掉啊，不一定。那么白棋现在呢还可以搬，这个展示它可以不交换，你黑棋也没有棋下啊。我先搬，把这上面的这个便宜啊，把这个上面的这个长的这个便宜啊，先走完以后再收棋啊。那么黑棋吃这两个子的，就是说呢，中了白棋的这个圈套啊，这个白棋的圈套，这个也是白棋尖顶完打入以后啊。一个圈套啊，就是让黑棋呢在这一带，就是说呢，很难受啊，很难受，吃这两个子啊，吃的非常小，白棋的借用非常多。那么挖的时候啊，黑棋退，这个结果也是一样啊，这个结果呢，说不定还不如藏一个，那么就再走，拐一个，这样一样。反正你黑棋那还得吃，白棋就走掉啊。那么这个子等于是这样，你等于吃成这样的时候呢，你这个没有贴这个，你就粘上这个，那个黑棋呢更加吃亏。反正不管就怎么说啊，就是说呢，当这个白棋挖的时候啊，黑棋由于不能打吃，
肯定要被白棋藏出去，藏出去以后呢，被一拐住以后呢，白棋就会通过弃掉这两颗子啊，弃掉这两颗子呢，把这个外面封锁好，同时呢把脚步呢也守牢，这个是白棋的构思啊，就是呢这个结果黑棋呢是吃亏的，黑棋是吃亏的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被挖了以后不好，那么就是这个力也不太好啊，这个力也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那么不利的话呢，唯一的防守呢，就是说呢，那就是弯这个了。这样呢，白棋也跑不掉啊，这个底下也跑不掉，也不能挖这个，是吧？暂时可以防守得住，但是这个一看，大家一看也就知道，这个棋形首先很差啊，首先很差。白棋呢，依然呢是可以很舒服的利用，那么就是搬，搬。好，我这个。你这个也是只有断，我在吃。哎呀，这个黑的棋形实在是啊，非常难看啊。那白棋以后啊，有压种种利用，甚至来说直接白棋就立一个也是先手，这个不能被拐回来。那么黑棋还得去吃啊。白棋经过这些便宜以后，首先啊，这个白白的立到了一下，这个脚上点三三的手段没有了，同时呢。外面搬了打了以后呢，外面多两个子，对外面呢也有些利用，而黑棋啊只是很委屈的吃到这两个子啊，甚至于来说，说的不好听的话呢，以后也有可能还没有活劲，是吧？还没有活劲。这个白棋在这里有压啊，有顶的借用，这个总的来说呢，这个也是呢黑棋啊明显这个吃亏的一个形状啊，吃亏的一个形状。那么白棋立的时候啊，大家还呢也还替这个黑棋啊考虑过啊各种各样的防守手段啊，防守手段，还有甚至考虑过呢，就是说挤啊，采取这个挤的这个招法啊，挤的这个招法。那么这个挤的招法呢，是看上去呢有点像这个妙手啊，但是呢白棋呢也有方法应对。挤如果是粘上，那么黑棋呢可以搬粘，它就是要求这个主度啊，主分段你这个白棋联络的时候呢变为先手啊，这里损失一点，我变为先手，我一搬粘啊，由于这个一长要吃掉这个白棋，那么呢白棋要补一个的话呢，黑棋我就再补啊，在这里呢。以这个小的损失啊换来这个大的便宜，这两个子就被黑棋吃掉了，而且是没有什么借用的被吃掉了，那么这个结果呢是白棋这个吃亏的啊，这个结果是白棋吃亏。那么挤的时候啊，白棋如果立啊，白棋如果立，那我黑棋呢就这个就断一下。反正总之而言，它的这个目的呢很简单，就是要求这个主度的时候呢成为一个先手，成为一个先手，有这个吃你的后续手段，这样呢白棋呢也不是太好。不过当你这个黑棋挤的时候呢，白棋呢也自有办法啊，也自有办法让白棋打吃，白棋就打吃。这时候黑棋呢，依然不能吃外面啊，吃外面的话，白棋还是可以搬，还是可以搬。虽然你能啊，通过这个打吃，啊，这不也还得先打吃？如果你单挖呢，它还有可能啊，白棋还有可能就是说冲吃完了冲出去啊，先冲也可以考虑啊，这个吃完了冲出去这个变化。那么黑棋呢，还得先吃。吃啊，通过这样呢，虽然能把这边这个形状呢走得好一些，但是这个脚上被连提两朵花啊，这个白棋啊，这个非常的厚，同时以后呢还保留这个一路度过的这个光子啊，一路度过这个，这个结果呢，黑棋呢也是呢大亏啊，也是大亏，不能接受。所以呢，当白棋打吃的时候啊，黑棋呢也呢就是说呢只有力。
那么白棋的时候，别急着啊，不要急着去贪吃这一个字，贪吃这一个字就行。贪吃这个被一断啊，黑棋反而有气色，白棋就粘上就行。这个呢，等于说黑棋这个挤完全没有起到这个任何作用，任何作用。接下来你这么走，这个是后手是吧？你走这边呢，白棋依然能够搬过去。那么你要拐这个呢，现在对这个白棋这一块呢，已经没有什么严厉的后续手段。那么白棋呢，可以搬出来。由于自身这个形状比较弱，白棋也可以搬出来。你黑棋不敢断，断了它可以吃出去。吃了这个就断一个就行，这个黑棋不行啊，这个黑棋不行。那么如果只能退呢，白棋就粘上或者压出来啊，这个黑棋呢这边依然呢是一块这个没有活的棋，黑棋呢还是这个不行啊。所以说呢，对于这个白棋就是简单的打了粘上啊就可以，这个黑棋挤呢，这个手段呢没有作用。从以上的研究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当白棋打入时，黑棋如果从上面压啊，那么底下立呢，以后呢，黑棋并没有这个好的防御手段啊，黑棋并没有好的防御手段，可以说呢，黑棋已经处于一种啊。上当受骗的这个状态啊，已经属于上当受骗的状态。那么呢，考虑一下啊，不能上面压呢，如果尖一个啊，这个也太松啊，这个太松，这个位太晃，这个棋形太松，这个冲了扳了以后它再立啊，这个也很危险。所以呢，考虑了一下以后呢，后来研究呢发现呢，这个黑棋、啊、也还是有这个防御的手段，那就是拖。拖在二路，看上去奇怪一点呢，但是呢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防御啊，也是一个很好的防御。白棋接下来呢，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招法啊，现在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招法。如果你往上走，啊，这个他就退回来算了，他就反正这连通了，你这两个子呢，也不是什么好棋啊，没有什么用。那白棋呢？当然想要这个，就是说要搬下来，要搬下来。如果搬这边，这个黑棋呢，不用怕啊，不用怕。这个黑棋断，白棋打吃啊，黑棋就打吃啊。你白棋如果粘上呢，那我现在可以冲下来，现在可以冲下来。反正不让你呢这么很舒服的连回去，不让你很舒服的连回去。那么我冲下来以后呢，你这个白棋呢，由于这个自身没有活啊，自身没有活，对我这个黑棋呢无法进行冲击啊。你最后顶多说不定呢，也只有从二路爬过去啊，我们就打掉也行，就藏也行，反正只让白棋从二路爬过去啊，这个黑棋没什么好怕的，也就是说白棋呢肯定是吃亏的。那么可以看出来呢，就是说呢，白棋搬这个黑棋不用爬。那么如果白棋搬这边呢，那么我们首先啊需要就是说确定一点，或者说是这个否认的一点呢，就是说呢这个棋啊你不能走这个啊，这个是个打鱼形，这个下法肯定不行，你这个被打吃了以后啊，你当你再打吃这个的时候呢，那么我就不会去提了啊，提了被你唬住了，那白棋就粘上就行，这个黑的不行。打这里也不行，打这里你走这个，这个被爬过去了，这个呢也不行。但是呢，拖完以后黑棋呢可以直接加一个，还是要竖下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明确了一点，就是说可以让白棋从这边爬过去，不能让白棋从这里爬过去，因为这里爬过去以后这个角就全结实。接下来白棋如果再打吃呢，黑棋就加住，黑棋就加住，白棋粘，可以黑棋粘啊。白棋从二路拐，当然不用怕啊。白棋最强呢，就是说呢，可以断，
最强的是断，但是呢黑棋不用怕，你就别急着啊，别急着去吃它这个子啊，因为你吃它的话有正好它有这个子帮忙呢，可以一扳啊，这样呢反而是这个黑棋死啊，所以你就别急着吃它啊，你就呢这个从这个地方啊退出来，可以在压的时候呢你现在可以扳了啊，这个上面由于要蒸死它啊，蒸死它，这个呢就是说白棋作战呢不利啊，作战不利，甚至于来说你就打吃啊，你就真不死的话你就打吃粘上就行啊。由于这个局部白棋呢多了这黑棋多了这个子以后，白棋呢已经呢做不活了，已经做不活了，所以白棋这个断呢也是不行的。那白棋最强的下法呢可能也就是只能加一个，那我不能下去啊，下去被断死，那么呢我就粘上，我就粘上。这个呢虽然白棋啊比二路爬过去舒服一点，但黑棋呢也能呢这个接手啊，也能这个接手，外面呢还是比较厚，因为这个竖下来以后呢，这个黑棋这个底下的啊白棋这个脚上的目数啊已经呢变得非常的少，非常的少。这个结果来说呢黑棋呢你呢也不用害怕啊，也不用害怕。除此之外呢白棋呢也没有什么好的下法啊，也没什么好的下法。你走这个，那么黑棋呢我就退啊。这个虽然我是从一路渡过去啊，但是本身我这个竖下来以后，你这个脚上的目数就亏了很多，同时你这四个子啊，你这四个子呢就是很尴尬的位置，很尴尬的位置，也没有好的方法呢对黑棋这块棋继续发动进攻。那么白棋呢最强的下法呢就是说是粘上，粘上，粘上。现在黑棋呢虽然渡不过去啊，暂时一眼看上去渡不过去，但是呢自身白棋形状也不是很好，黑棋呢就简单的顶一个即可，是吧？顶一个就可以，白棋呢已经也是应该说是这个是比较难办啊，比较难办。如果你单纯的弯着跑呢，这它可以渡过啊，这它可以渡过。你不能吃这个，这个黑棋从上面封住了。你最好的下法呢，可能呢就是跳一个啊，可能是跳一个。对此黑棋啊，冲出来反击啊，与白棋作战是可以考虑的啊，也是可以考虑的。这个我就跳出来。你迟早呢要交换这一下，防止我渡过，是吧？防止我渡过，我就算呢硬一个啊。有了你这两个交换，黑棋随时一提是先手，这个这块棋黑棋的眼位比较丰富了。这个作战呢，黑棋本身呢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即使这个就是说，黑棋这个不愿意作战呢，即使直接渡过去。也没有关系，也没有关系。白的外面棋形虽然好一点啊，我黑棋呢，都连通了，都连通了，没有伤及的这个根本啊。以后找机会呢，可以靠出来分断它。如果说现在想安全一点呢，也可以考虑直接拆个一啊，在这里呢寻求眼位。这个呢，都还是就是黑棋呢，能够接受的变化，就是能够呢防止这个。白棋的这些这个招法啊，能防止白棋的一些招法。好，那么呢，通过以上变化啊，通过以上变化看得出，看出呢，就是说呢，当白棋啊打入这个的时候啊，黑棋二路拖啊，能够呢渡过这个难关啊，能够渡过这个难关啊，不要呢去这个看似必然的一压啊，被人家二路一立啊，反而呢就是说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。不过即算是这样啊，我们也是回过头回过头来说，即算是这样啊，我们刚才说了，白棋虽然暂时呢没有什么这个好的手段来冲击黑棋，没有什么好的手段冲击黑棋，但是呢，白棋这个三路打入和二路这个拖的交换呢，我们应该说呢，白棋呢它还是有收获的。白棋还是有收获。就白棋而言啊，他以后有了这个交换以后，以后这些变化虽然暂时不成立，
但是呢留有种种余味啊。我比方什么地方时候有个子帮忙，或者有个什么情况的话呢，我呢就可以成立了。第二呢，白棋接下来啊选择的变化呢，啊选有种种变化呢也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。再一个第三来说呢，黑棋作为黑棋以后呢，即使补棋也没有什么棋好下啊。黑棋即使补棋呢，也就是加子，等于以后呢，黑棋自己啊很老实的补了一手，很老实的补了一手，就是说呢补在这里，这个棋呢就是说呢。白棋呢也无所谓啊，这个补呢有些缓，虽然我这个有点损，但是呢也是可以接受的范围，也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黑棋如果补在这边啊，如果补在这边呢，那么呢这两个交换我们也可以看出啊，还是呢这个白棋呢便宜了啊，白棋便宜。白棋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呢，就是防止了这个黑棋啊这个点上三的手段啊，点上三的手段。因为白棋不管怎么说，我这个力啊，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先手，对吧？因为你是拖底下，这个以后很多，甚至于来说，我这个扳，哎，总是先手。这个呢，白棋呢，另外呢，也可以暂时防止住呢，这个黑棋的这个点升三的这个手段。就是说，白棋打入一下和你拖，我作为白方来讲呢，我不走了。我还是呢就是说是便宜的，还是说是便宜的啊。黑棋呢虽然能够渡过难关，但是白棋呢也没什么吃亏的，没什么吃亏之处。总的来讲呢，也就是说呢，白棋尖顶以后啊，跳这个的下法呢还是可以成立的，还是可以成立的。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呢，黑棋呢都是这个拆啊，想很必然的拆的一个。但是随着这个研究的进步呢，慢慢你就说呢，发现呢，黑棋呢，你也不必这个拘泥于长形啊，拘泥于长形，立而拆三啊，也慢慢的呢，也有了一些这个改进啊，也有了一些这个改进。也就是说呢，黑棋有时候啊，它干脆我拆高的，就是拆高的，你不要打入木之，现在给我可以压住啊，没有任何变化，拆高的以后呢。也是一种这个下法啊，以后我这个拆过来以后呢，这个高的位置说不定比低的还强点啊。而你白棋呢，接下来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招法，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招法。不过白棋呢，作为白的一方来说呢，也无所谓啊，也无所谓。以后抢空的话呢，我就打入了啊，他就干脆抢空了，打入一下以后搬张啊，就打入一下以后搬张，这个招法呢也是有的啊，就是纯属呢让你走后我实地化啊，我实地化。然后呢，黑棋对于这个啊，这个招法呢，就是呢，还有延伸出一种啊，靠一个啊，先，借用你白棋的这边，看看你白棋的硬法啊，以这边的这个借用，从而决定呢，我这边开拆的余地啊，或者这边的下法。当然呢，这个变化呢，就是说比较复杂了啊，比较复杂呢，我们在这呢，也就不多讲啊，也就不多讲了。以后有机会呢再给大家这个介绍。不管怎么说啊，这个棋形就是说看似一个很常见的棋形，立而拆三是吧，但是呢有时候呢你还是得注意一点啊，小心呢别人的这个拆三中间的这个打入啊，拆三中间的这个打入。作为白棋来讲啊，作为黑棋来讲，要小心呢，不要这个落入白棋的这个圈套啊，随随便便的就压住被立下去。那么这样一个棋形来说呢，黑棋呢还是以拖住呢为好。本期的节目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再见。
猜世界抢手争锋，胜负结果花了谁家？欢迎来到我们的围棋直播竞猜互动抽奖环节。今天呢，我们将为您开出的获奖主题是2012年金立智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20轮的竞猜。首先，让我们